喂，3-4-7咁咪話紅館度睇啦，個網又55蚊有貨，有冇機會真係翻家鄉咧？嗱，如果55蚊有貨，去到呢啲咁嘅位橫行住 keep 住先啦。咁啊，除非佢真係嗱，我覺得你如果佢真係穿翻再向下懟40蚊咧，你睇下佢會唔會你沽翻部分出嚟啦？啊，又或者就係擺低啲，失翻之前個低位咧，我都係覺得應該要沽翻部分出嚟先嘅，係啦。咁再唔係咧，睇下你有冇買開美股啦。你可能你就係、是，我覺得大家因為其實整體上嗰啲半導體股咧，其實都係高位回咗落嚟嘅。咁我大家都係回嘅話，咁我其實你呢啲咁嘅水平，對你嗰個買入價唔係話爭太遠咧。咁我寧願可能你呢只換入去真係比較強啲嗰啲咧，咁就可以去諗下。咁甚至乎，因為你呢只係冧心去買啊嘛，你港股啲咧，你美股嗰啲咧，可以真係一股一股去買咧，變咗你套翻嗰筆錢出嚟，你可以真係由dollar average 即係平均成本去買啲，即係技術含量高啲嘅嗰類嘅股份。嗱，係 你如果真係你想去睺一啲即係半導體股啦，我覺得係可以去咁樣諗咯。除咗台積電、英偉達啦、NVIDIA 啦，我覺得就可以去睺咁啊強過只宏半導體，甚至乎981嘅。咁我寧願就係即係咁做啦。如果你真係想等等完落去，佢又去破底，你又唔知點嘅話，咁啊睇住40蚊啦，同埋即係低位37.85，即係穿咗都。覺得可能你即係沽翻少少部分出嚟先啦嚇。